请站，同志，同志，公安局，鼓浪万斤，监督员请赴国事改革启动仪式，当前行政完毕，请您指示。按计划进行。今天，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全区公安机关接出警改革启动仪式。 我们坚决做到，对党忠诚，纪律严明，我宣布，通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接出警，勤务模式改革正式启动。